农历的三月二三妈祖生，烈屿的罗厝西湖古庙办理海上巡安祈福活动。三座妈祖金身教捻在大小金门60多艘的游艇渔船护航之下，一起绕巡烈屿一周，祈求妈祖庇佑风调雨顺、海域平安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用掌声代替鞭炮声。来，咱彩票的人员，咱来捧上妈祖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在今仔日农历的3月23日，会当讲是咱天上圣庙圣诞千秋千千秋。当天上午10点，善信迎请西湖古庙妈祖金身，还有后湖灵护宫、上库天后宫、金门天后宫等妈祖金身坐上神宇，搭乘船队出巡，60多艘海上巡安船队依序出港，在妈祖金身的庇佑下绕行金烈水道还有烈屿一周，船只在海上场面非常的壮观。啊，咱是拜妈祖，咱祖先是妈祖，所以妈祖伊就顾这海口啊，哦，顾渔民、顾海口，啊，来保护这渔民。阮这妈祖足灵的，你若甲跋杯，伊若银杯，你会使做擦的，袂用抓到，是安尼。所以大家安足尊敬的，到啊，甲迄个民国70。阮迄古庙啊，甲民国76年，甲伊有淡薄着跑，着跑无着经哦。迄823跑太足个，嘛无着经。啊，迄阵古庙啊，呾翻修，76年翻修，甲78年安尼完工，啊到即摆。2年前。罗厝西湖古庙举办百年来首次的庆祝妈祖圣诞海上巡安祈福活动，大小金门各地的善信踊跃参加。去年因为疫情影响而停办，今年年初西湖古庙管委会主委吴龙山代表向妈祖神像拔杯请示，要续办海上巡安活动，祈求妈祖庇佑海域平安。海上绕境哦，因为阮过去这60几年，啊，是叫沙滩，水淹了较少，水来淹较少，这庙都淹未淹未。啊，阮这个罗厝的渔民尽量去申请来建港，建港到有这个所在，所以安尼得下这马祖哇，你。足灵的，无已经庙都迁入啊，连社里嘛迁入，所以建港啊，因为这环境的关系哦，啊，那么迄、那个都有在讲，啊有在巡查，啊，大家就鼓励讲吼，咱就请妈祖来去巡安，来海上巡安，这是安尼有啦。这第几届？这第二届，因为甲旧年是前年。哎，去年办不成，去年疫情的关系，哎，即摆第二摆，咱早有一句话讲，头下拢靠妈祖食饭。海上巡安船队从罗厝的渔港出发，行经九宫码头、金门大桥的大小金门海域，并绕狮屿、大胆岛、猛虎屿、复兴屿等烈屿周遭海域，整个海上巡安大概是2.5个钟头。在当天中午12点半，巡安的船队顺利的返回罗厝渔港。